对啊，我不是画这样吗？不是啊，不然呢？不是，因为你画，因为你画的头不合理吗？对，不合理。哦，所以他就你的线，如果你的线，你看哦，如果你的线太复杂的时候，不是说不能做了，但是如果你的，因为这是 Pro 一，我觉得它是 bug 的问题啊、嗯。如果你太复杂的时候，我看一下。如果你这个线太复杂，比如说这个转过来，然后你看哦，假设我这个扫描用一个圆来扫描的时候，这一条这里圆扫描到这里，跟这里圆扫描到这里，它是不是两次有重复在这个角落？哦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所以因此，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出错。啊。所以，通常就是，假设你真的要这么复杂，请你分成很几段，几段来做。啊。懂我意思吧？啊。好。哎，你这里。这个不一样。可变，哎、欸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那你不是有拍，他就有看到，还没拍到、啊欸，还没讲完呢。那你就这个吗？可是怎么会出来啊？然后嘞？编辑厅，为什么会出来？有啊，我有出来，可是不会变。这个 OK 了。这叫什么？可变截面。所以你这边还要再调整一下。可变截面，好，好，调整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就你那。